欢迎大家来到礼拜日同我哋一齐喺网上崇拜，让我哋而家一齐去同心祷告。亲爱主，好感谢你，让我哋都系度过一个礼拜嚟到你嘅面前去崇拜你、敬拜你，让我哋更加能够明明更加长进，系听阿牧师讲道，让我哋都系能够喺呢个世界上都知道神啊，你系伟大嘅。请你都系继续与我哋每个人同在，让我哋都喺呢个世界上能够知道你系用你嘅手托住我哋嘅。请你都系继续看顾我哋，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而家我哋将我哋嘅歌声达到你嗰度，请你都系悦纳。以上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而祈求，阿门。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让我们大家一起读下几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主信实无变，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们感谢上帝给机会我们在一起，在7月19日我们一起去敬拜上帝，我们同心一起祈祷。慈悲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掌管这个世界，掌管宇宙万物，你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主。現在我們都是誠心誠意來到你面前，來到敬拜你。我們今天仍然都是要在居家抗疫，在這個網上做一個的崇拜。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心裡面去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去敬拜主，是不是應該在到主你的聖殿當中呢？在這個時候，在这个的约翰福音里面，你的话语安慰我们，你告诉我们听，我们敬拜主，你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那个山上，因为敬拜主的是用我们心灵和诚实来到去敬拜你。主，我们现在才知道2000多年前你说这句说话，就是为了今天我们这个的居家抗疫的情况里面，给到我们有特别的启示，让我们都能够在任何地方都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主。盼望主你的圣灵现在就与我们一起，帮助我们来去认识你更加多，让我们都能够掌握到主你吩咐我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个的应许实现。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面对这些挑战困难，我们的心里面都可能会退业。求主宽恕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的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苦恼，好忧伤，我们时常都是去问这个疫情几时可以过去呢？求主你亲自安慰保守我们众人，全世界的人，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满有这个信心，满有爱心，满有盼望，好叫我们在任何的历史的时刻上面，都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咁样迎接主你进入我哋人世间里边，做我哋生命中嘅王。我哋将以下一段时间交喺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嚟带领。我哋祈祷交托奉乃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多谢大家嚟到喺收听收睇
我们三藩市华人美宴美会这个的主日崇拜，今天是7月的19号，是圣灵降临后的第七个主日。我们今天和大家所思想的主题就是应许之地的第三讲，是提到说信心和生活这个挑战的。方便的时候请大家 同我们去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至第17节。这段经文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一定不会陌生的，因为这段经文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上帝用他的指头写给摩西的十条诫命。好，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我为自己挑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侍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今天同大家所思想的主题应许之地，今天去到第三讲，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信心和生活。在第一讲里面，我们提到摩西他怎么样来到去在他的身份上面由一个的失落到觉醒，跟着就再失落，即是他在希伯来人的家庭失落到去一个的埃及王宫里面的家庭，然后长大之后40岁突然间又觉醒到原来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的希伯来人来的，跟住佢就想帮以希伯来人解决嗰个嘅奴隶嘅问题，跟住佢就要逃命，走到去一个旷野失落咗。跟住佢就被神所呼召，去到翻到去一个嘅埃及地嗰处，嚟同一个嘅法老王有个对决。喺上一个礼拜同大家所提到嘅就系神会为我哋嘅前边嚟开路，似乎前面是无路可走，但是神却为我们开路。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去到红海边的时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在那时候以色列人在这里站在这里就是等死了，但是上帝对摩西说，你叫以色列人站在这里不用做事的，只要他们站在这里看下他们的神耶和华怎样为他开路。神的权能是胜过魔鬼撒旦的权能，更加胜过法老的权能。上帝就是将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中间过去。
今日我同大家所思想嘅重点就系继续讲一个嘅信心与生活。喺一个嘅主题应许之地，我哋都系跟翻我哋再上一个嘅主题，就系讲到话一个嘅奇妙嘅世代，就圣灵进入我哋人世间里边，帮助我哋过一个嘅丰盛人生嘅生活。呢个丰盛生命就系指到我哋要属灵嘅生命不断系成圣长大，好似喺一个嘅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九节所讲到嘅。以前我哋将我哋身体嘅肢体献俾义作不法嘅奴仆，而家我哋将我哋嘅肢体献俾义，好叫我哋成为圣洁。喺圣洁嘅当中里边，今日同大家讲讲一个信心同埋生活。有三点嘅，第一点我哋讲到离开咗埃及，跨越红海；第二点就话不作奴隶，珍惜我哋儿神儿女嘅身份；第三点爱神爱人，享受呢一个嘅人生。第一点，离开旷野，踏入呢个应许之地。睇落嚟喺二千年后嘅今日，我哋觉得冇乜特别啦，系咁啦，系嘛？上帝嘅机会临到咯，咁我哋咪去做咯，系嘛？嗱，今日我哋以为好似好自然，佢轻而易举嘅事，但喺三千几年前嘅时候，绝对唔系咁样。譬如举个例子，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嘅时候，你准备好做咗准备好未呢？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说喊救民喊了成几百年。好了，现在出现了一个人叫做摩西的。这个摩西在一班的以色列人心目中认识不是很多，当然他们认识到摩西是利未支派的一个的后裔。他的认识就是他的哥哥叫阿伦，他的姐姐叫做美利暗，是这么多了。但这个摩西的为人听讲话以前是埃及树王宫树做的，他们其实用回我们今天的俗语，摩西曾经是汉奸来的，或者是油奸来的，他在埃及王宫树欺压我们的。你信不信这个人呢？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犯了什么埃及的法律，走了去旷野而已，现在回来我们应不应该信他呢？他回来带他的大喜信息给我们，叫我们跟着他去离开埃及，回去迦南美地。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不会决定跟着大队去呢？或者你是觉得好啊，都是机会来的，搏一搏了。但是前一晚咧，我心情好紧张，瞓唔着，差唔多天光嘅先瞓得着。跟住到你擘大眼嘅时候，哦，以色列人走晒啦，咁点啊？你瞓过笼啦。仲有，究竟你系被逼离开埃及，抑或系自愿离开埃及咧？系咪真系所有以色列人好中意离开埃及啊？可能在管理上面有些以色列人呢是被埃及人看中，叫这些以色列人呢去管其他的以色列人。当你坐到做这个管家去管其他奴隶的时候呢，你觉得是高人一等的。我不是一般的奴隶，我是高级的奴隶，那些是低等的奴隶，是吗？你舍不舍得离开呢？你离开了埃及的时候，你这个崇高的身份，高级奴隶的身份就没有了的噃。你跟其他的人一模一样，咁你是被逼离开埃及，抑或是自愿呢？同样今日在我们做这个的信徒里面来讲，我们信耶稣的过程，你是自愿啊，被逼呢？我做基督徒，我自小就被爸爸妈妈逼到翻教会噶啦，
我話咁跟住長大之後，佢又叫我去洗禮喎，咁啊牧師又叫喎，我咁咪洗咯咁。但其實我都唔知道信乜噶嚇咁樣樣，你係可能有一種嘅被逼感噶。你從來冇諗過離開罪惡嘅，亦都從來冇諗過話咧跟從摩西離開埃及嘅。你係好中意而家嗰種嘅生活，因為而家呢一個嘅美好花花世界，雖然你唔係大奸大惡，但係你當中裏邊有好多嘅利益。有很多權勢在你處，你可以玩弄的，甚至乎你可以埋沒良心做一些事都可以的。你捨不捨得呢？當我們沉醉在自己那種的生活裡面，那種權勢的時候，我為什麼要離開呢？是嗎？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聽到人去參加教會的時候，依頭翻完教會，依頭生活上邊咧，仍然都係生活喺罪惡裏邊。係啊，口咧就要離開罪惡，離開埃及，但身體最誠實嘅，我哋仍然係生活喺一個罪惡嘅世界裏邊。成聖嘅道路就係要話將我哋依一個嘅身肉身嘅肢體。以前怎樣被罪惡控制作這個不法不義的用途，現在我們將我們的身體獻給上帝，由聖靈的帶領成為聖潔。這個身體是最誠實，我們願不願意出去呢？這樣其實就算我們出了去跟埋大堆去，我哋仲有第二個嘅挑戰嘅。呢第二個挑戰係乜嘢咧？我哋而家一路行啦，離開埃及，原本向北行嘅，點知摩西話：，我哋行翻去南邊啦。哦，兜個大圈就好啦，再立翻南邊啦。咁行到南邊，以為容易行啦，點知行到一個地方嘅時候，突然間發現前邊話俾我哋聽，原來前面就係紅海嚟嘅。前無去路，跟住我擰轉頭一望後邊嘅時候，有大隊嘅埃及兵一路一路衝過嚟，嗰啲嘅塵沙塵滾滾，令到我哋知道嗰隊兵馬係非常之龐大嘅。咁點搞啊？突然間我哋見到摩西伸隻掌喺個紅海嘅樹，跟住紅海就分開啦。过去啦，过去啦，你过唔过去啊？喂，系咪真噶？会唔会行到埋去嘅时候，嗰啲水会翻翻嚟噶？系啊，而家我见到啲红海咧分翻两边啦。不过嗰条龙好远，我初期时仲惊住俾红海啲水浸亲。整心身，於是行遠啲啦，係嘛？點知而家發覺原來喺人龍前邊咧就可以快啲過去喎。而家我企喺人龍中間喎，係嘛？咁都有排行噶。嗱，唔好忘記當時時嗰條人龍咧，由差唔多200萬人組成嘅，由200萬人嘅人咧行嗰個嘅紅海。我想都要幾個鐘頭啊！真係5-6個鐘頭都閒閒地啦。究竟嗰啲海水會唔會復合噶？我初期以為自己好醒，船頭就驚鬼，船尾又驚賊。喺船中間最好啦，我企喺人龍中間嗰樹啦，係嘛？但係點知我又發現，咦？中間裏邊會唔會好穩陣啊？前面的海水一過咗咁耐 hold 唔住啊，跟住又冚翻落嚟，我咪死咗佢。各位喺嗰時候，你夠唔夠膽將你同你嘅家人將只腳踏入去紅海嘅海床嗰上邊行咧？嗱，依一個係講嗰個信心。
第三個問題挑戰就是我們跟緊現在的摩西，聽說他頭那四十年在王宮長大，跟著四十年去了這個迦南這個曠野，好了，現在回來帶我們走，就是他八十歲，八十幾歲他還有多久命啊？我跟著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家向應許之地，我出世的時候我已經在埃及那處了，應許之地在哪裡啊？啊，有些人說在迦南的，但迦南在哪裡啊？我們又不知道。摩西呢也沒有跟我們說過那個行程表是怎樣啊。譬如今天你和我如果參加個旅行團的時候，我們都要看看個目的地在哪裡啦，是吧？究竟要多少團費啦，領隊是誰啦，靠不靠得住啦，還有日程，第一日去哪裡，第二日去哪裡，是不是啊？去到哪裡呢？膳食很重要的喔，吃些什麼東西，夜晚黑住哪間酒店啊，這些東西我們做了功夫的喔，如果不是我們不會貿貿然參加個旅行團的喔。現在這班以色列人跟著摩西就是蒙叉叉就去了去旅行了，出發前他們只是知道去應許之地迦南，但他們不知道究竟那個方向是怎樣，跟著跟著大隊行啦，是啊，似乎是免費啦，是吧？聖經沒有告訴我們，摩西收錢喔，是不是？感謝主啦，即是摩西今次的旅行團是免費的，只要你夠膽信他，你跟著他行得啦，這樣啊，即是好啦，既然免費跟你，其實整班都是奴隸，有多少錢啊？摩西也是奉上帝的命來到帶他們去的，是吧？各位，很多時候我們人跟人以為很穩陣，但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的領袖是否跟著上帝。上帝在哪裡我們看不到，但上帝的給我們的領袖我們看到可以跟到。問題就是我們知不知道這個世上的領袖他是否根據神的指示去做。在我們人世間，我們的領袖就是我們這社會上面那些的行政人員。在這個的現在七月到十一月的時候又有大選了，今次叫大選的原因，因為我們不單止是選地方的行政人員，要選埋那些的議員、眾議員、有參議員，跟住要選埋個總統。我哋選緊嗰班人，我哋知唔知依班人、依班領袖係咪按照神嘅説話去做嘢咧？口講同佢日常做嘅嘢係咪一致咧？所以對我哋做基督徒嚟講，好大挑戰。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要選一些社會的領袖、政治的人物，他們是按照著神的心意來去服侍這個國家的。我們跟著他走的時候，我們就走在這個神的道裡面。希望各位弟兄姊妹留意整個美國的行政，求神给一些智慧我们，到十一月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哪一些领袖是合乎神心意的领袖，我们投他一票。第二点就是讲到我们从此之后不做奴隶了，珍惜神儿女的身份。做奴隸，我們經常講自由在美國，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做奴隸有什麼不好啊？做奴隸，你做奴，如果你做奴隸的時候，你不用想任何事，你不用憂慮任何事，你只要不停地工作，叫你做就做，你不用問多少句，是吧？無憂無慮，你喜不喜歡啊？
其實做奴隸幾好嘅喎，只要佢不停去做嘢，不停去鏟泥，不停嘅幫人洗地，不停嘅去倒垃圾，不停嘅去搞衞生，咁就掂噶啦。做啲粗下嘅功夫，咁你又無憂無慮啦。你就會跟住點啊？有食有住噶咯喎。係嗰啲咧就唔係山珍海錯，亦都唔係啲乜嘢美味嘅菜肴，但係有飯俾你食就算啦，係嘛？有粉絲俾你食就算啦，點解要要求魚翅啫？係嘛？好噶啦，有青菜，有依個白飯，係嘛？咪好咯。咁有食，夜晚黑。你係冇嗰間屋係冇冷氣，不過天氣好涼啦。朝頭早係熱啲，但係唔緊要啦，熱熱地係嘛？嗱，咁你有食有得住，咁你唔使俾租，唔使俾剩，咪幾好咯？間屋係漏風，但係好通爽啫，係咪啊？無牽無掛。你做奴隸嘅時候，你只要按照住個主人嘅心意。做嘢，你唔好讲咁多嘢。一於佢叫你去东，你就去东；叫你去西就去西；叫你做依啲嘢就做依啲嘢。你唔好加去多意见，唔好讲多句说话，系嘛？做奴隶系咁简单，唔使你出主意，你跟住做得啦，系嘛？即系好似而家喺现代化里边嗰啲叫 AI 啲机械人咁。你不要說多話，叫你走就走，叫你站就站，是吧？就行了，你是沒有了自主的了，啊，一於是聽主人話，這樣就行了，那做奴隸多好啊，是吧？好了，如果你是自己做主人的時候，就會怎樣呢？我講完做奴隸的好，我講一下做自己主人的好法啦，一個自主的生活是點咧？自己做主，咁你自己要負責自己個人同埋家庭的生活啦。你作為大人，你唔食嘢，屋企啲細路、屋企嘅老婆都要食嘢嘅，所以你做嘢嘅時候咧，你要牽掛啦。嗱，不過唔好忘記，由於你有個家庭。那個的牽掛，這個牽掛也是在你的精神上有很大的支持，這個牽掛也造成一個讓你不斷向上不斷改善那種的動力在這裡，每一天你可以覺得很有動力，每一天都是新的，當你睡醒一覺之後，你再見翻自己嘅枕邊人，見到啲小朋友嘻嘻哈哈嘅時候，你就會充滿著一個希望，充滿著一種動力，出去繼續去謀生。因為你知道夜晚黑翻到嚟嘅時候，你就可以同埋家人一齊歡歡喜喜一齊用飯啦。食飯嗰方面豐儉由人，有啲人佢哋。好嘢啲嘅，工作能力強嘅，大魚大肉啊！我哋工作弱啲嘅，喺社會的基層下邊，基層啲嘅冇嘢嘅，微食少啲，食多少少飯啊，冇餸啊，食飽飯咁咪做咯。最緊要就係安居樂業，我哋唔需要人俾人。我最重要就是自己向自己來負責，是不是？這一個很重要的，自己向自己負責，自己向自己交代，這個就是自主生活。還有一件事，就是當我今天去努力工作的時候，如果是上帝許可的，我可能有多少少錢剩，有多少少剩的時候，我可以啊，租一間比較寬敞啲嘅屋嚟住下，
有間屋寬敞啲嘅屋嘅時候，我可以買啲家私雜物啊，有我嘅產業，呢啲嘢係我嘅。我喺出邊雖然可能係打工嘅，喺出邊咧可能做啲好低級嘅，但我翻到嚟屋企之後，啊，依屋企係冇階級分嘅。喺我仔女面前，我仍然係做丈夫嘅，做依個嘅老豆，做夫婦啊，做依個嘅阿媽嘅。我喺屋企裏邊仍然有屋企嘅角色嚟對做，甚至乎對住啲細路仔，我哋唔介意，我哋俾啲細路俾啲孫嚟到去擒上我哋嗰樹啊，玩我哋。正如好似魯迅先生所講嘅，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哋好開心噶，幾開心啊！無論出邊係幾大風大雨都好，翻到屋企啊，閂埋道門就好自在啦。咁樣樣，一家庭裏邊有愛喺度，奴隸有奴隸嗰種無憂無慮，自主有自主嗰種嘅喜樂。我哋面對一個選擇，我哋中意做選擇做奴隸啊，定選擇做個自主嘅人呢？咁每一樣嘢都要付出代價嘅。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究竟我哋嗰個嘅前面條路係點？就睇今日我哋嘅選擇。我哋嘅選擇係要做罪惡嘅奴仆嘅時候，安於現在。我唔想進入去應許之地，我只係希望喺埃及嗰處做奴隸，或者，我去到依一個嘅曠野算就算啦。我唔想去到應許之地，因為去到應許之地咧，仲有排有排捱嘅。而且做奴隸，我食啲咩嘢，住咩嘢，冚唪唥有我嘅主人安排曬。做一個自由人的時候呢，你要自己努力來到為自己賺食，是吧？不過我們中國人時常有一種的意念，那個意念是什麼意念呢？就是不為五斗米折腰，這個是陶渊明先生一個很名言來的。當他做官，他見到一些貪官污吏的時候，他索性辭官，我不做。如果我要為五斗米來折腰的時候，我連這個官我都不做。於是乎他就請辭了。這是一個選擇，我們可以選擇做一個有骨氣拒絕金錢權力的引誘的人。我们做基督徒每日都面临抉择的，当我们走这个的天路历程的时候，走这个条路去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每一日我都面临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我决定这样做，究竟这个做法和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是不是相称呢？我配不配作为神的儿女呢？如果我是神的儿女，要我做了一些对不住上帝的事，可不可以呢？如果我要做一个选择做神儿女的人的时候，我同时要违背我的良心，得不得呢？其实我们每一日都面对这些决策的，各位。成圣的道路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作为神儿女的身份。是我们是好像以色列人，我们是被上帝拯救离开了埃及的。离开了埃及之后，我们珍不珍惜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如果我们珍惜神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应该怎样生活呢？
圣经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出路，很简单的，就是那十诫。十诫听起上来就好像十条诫命啊，你不能够做乜，你不能够做乜，我们觉得做人都没有意义了。哇，有十条诫命，不准做乜，不准做乜，数到去想尾的时候呢，自己都没有气，做人都很枯燥。但其实这十条诫命和新约圣经所讲的是没有冲突的。有一次耶稣去跟一些的法利赛人聊天，跟一些的律师、律法师聊天，啲律法师问耶稣：喺旧约里边咁多条诫命，边条诫命最重要呢？咁哇，真系要好大挑战。耶稣就答佢啦：你哋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嘅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你将呢一条诫命摆翻落去十诫里边，你好清楚啦。第一条诫命，到第四条诫命。都是讲紧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你试睇翻下啦，神爱我哋系咪三心两意爱我哋呢？当我哋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系咪三心两意地带我哋离开埃及呢？哎呀，个法老王又唔准咯，算啦，唔好搞啦，呢班人。算了，我另外找一些人。很多时候上帝竟然帮以色列人都有理由来放弃帮以色列人，哎，不要理他了。但上帝没有，他是全心、全性、全意、全力去爱这帮以色列人的。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上帝都不是三心两意的。哇，那帮埃及士兵难到来了，隔着海，我的能力不能够胜过那个海的、哦、那算了，上帝没有放弃呢？上帝没有放弃，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用怕，不要惊惶，你们即管站住看下神，今天神要在你面前行个大的神迹、啊、上帝是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这班以色列人，同样今天上帝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地步，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上面为我们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埋葬了，第三天在坟墓里面从死里面复活，是吗？显明出他是神。哇，神爱我们是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所以我们爱神不应该很应该全心、全性、全意、全力吗？还有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不要贪心，不要偷盗，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什么东西。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在圣经里面耶稣讲过，很简单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没有，只是讲一句。一句是什么？大家记住，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所讲，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爱人如己嘛，你想人家怎样待你呢，你就要怎样待人了，就是这么简单的。当你想整蛊人的时候，你要想一想，等一等，我是不是喜欢被人这样整蛊法呢？当你想害人的时候，麻烦你想一想，我是不是很喜欢被人这样害我呢？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了，是吗？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指示。信仰和生活是一件事来的，我们在信仰上面是相信独一的神。今天当我们听见独一的神离开罪恶，去到这个的应许之地，丰盛的人生，所以在这个过程上面，我们是充满快乐，充满挑战的，
从今之后我们再不会作罪的奴隶，我是一个自由人，从今之后我要做一个爱神爱人的基督徒，我们享受丰盛人生的。最后我想引一段圣经的说话彼此鼓励，这段圣经就是记载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五六七这几节经文里面。圣经这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当我们在一个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要切记切记，在我们人生里面只是得一个主，就是爱我们的上帝，是神是独一的主。既然神是独一的主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对他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生活上面，在行动上面，我们要怎样表达这一种信仰呢？申命记继续就这么说，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喺心上边。我弟兄们，喺每个礼拜，兄弟都喺度用神嘅话语同大家嚟有分享，目的就系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喺心上边吓。唔单止只系我哋记喺心上边，我哋仲要教导我哋儿女。圣经话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一直做人要时常记住神给我们的教导，显示给我们看到的真理。不但只如此，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常记住，就要说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无论我们讲一句说话或者做一件事，我们都应该要小心，让人知道我们所讲的就是圣经所讲的东西。我们是很看重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各位，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就提醒我们，时刻我们都要记住神的说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单止自己做，也都是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至少就认识到独一的主。让我们同心祈祷。慈悲的主，多谢你今天给机会我们去思想到主你的教导。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生命气息。主你是我们独一的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躺下起来行走，让我们都时常默想主你的话语。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在主真都帮助我与救主同
祝福，就愿主耶稣基督因为天父上帝慈爱圣灵感动，时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多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在网上一起去敬拜上帝，愿主祝福。